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喧闹一时的傅少李宗瑞迷奸案，台北地院昨日上午一审宣判，法官认定李宗瑞偷拍15人，性侵9人，强制性交合并执行18年6个月。李宗瑞另被控偷拍女子部分，被依妨害秘密罪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10个月，可一颗罚金，两罪共判22年4个月。但因妨害秘密罪部分得一颗罚金，因此两项罪名刑期不得合并计算。此外，本案共12名被害女子向李宗瑞求偿，法官也判决李宗瑞赔偿12人30万元到255万元新台币不等，共计应赔偿1425万元新台币。到庭听判的李宗瑞得知判决结果后，当庭举手对法官说，我要跟我的律师讨论。李宗瑞委任律师也表示将会上诉，争取无罪宣判，也希望李宗瑞能获得交保。案发后，艺人吴雅馨因曾与李宗瑞交往遭到牵连，演艺事业也停摆近一年。吴雅馨经纪人周彦彤昨日听到判决结果后表示，听起来非常沮丧，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乐视娱乐整理报道。